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全新的三星移主机啊，我先把电池上上去。配有两块电池啊，可以换电池的。配有两块电池，外观的是非常漂亮的啊。外观，然后配有一个。可以赠送一个这个贴膜给你，非常漂亮，贴好的话就是这样子的效果啊。好，现在开机，全新的数字耳机，可以再给你一个全新的振动器，这遥控器，这个可以。抱下一把，人数调人数，各种功能都有，就那么方便，不需要拿这个主机出来给调试哦。好，这个就是整套的这个设备了。好，先把它放好下。这是盒子，先把它放好。开机，非常漂亮。镜头位置在这里看不到。按键可以正常按啊。打电话功能正常。上微信、支付宝、抖音，各种功能都可以用。可以支持连 WiFi， 连 WiFi， 各种功能都可以用。拍照也是可以，扫码支付各种都可以用啊。好，现在演示一下这个进入游戏的，兰博基尼登录，看到了吗？这是汪十三水斗地主，各种功能非常多，它可以支持购买五个游戏的啊。看看这启动信息，可以购买五个游戏，最新版本啊。最新版本，8月20号出厂的啊。那现在演示一下它的爆雷效果，就以青蛙到牛上弓都可以啊，就以上弓。反正人数的话呢，你可以自己调。这里面有本机相机，还有熊平点相机、外接镜头，支持网两不排功能。这是我两个外公的，两个外公的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启动游戏，爆牌速度是非常快的，非常快啊，落牌就爆了。大范围，你看，这么远都可以啊。从这里开始啊。移动不开，这是纸牌啊，我先用塑料牌试一下。塑料牌啊，准确度也是无误的啊，1、2、3啊，看一下第三张牌啊，
九点吗？没有错啊，九点就到啊，准确是百分百的，识别的速度效果都是非常好的，而且手机外观又漂亮，功能又多，其他的玩法也一样。我们来玩其他的玩法试一下啊。就用斗牛。这样的，在玩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，也没有显示。我们就带着那个小耳机就可以了。速度就是这么快啊。四条边都可以的，这个没关系，还怎么放都可以啊，怎么放都可以，怎么放都可以，速度就是这么快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呢，可以联系我，可以联系我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